还没上课，还没。那现在去上，只能上幼幼班。连小班都要关心吗？那爸爸也好像哦，都像个大的对象。没有啊。你要去台湾？没办法，有关系吗？等一下，我看这个，等一下感觉。对啊，他应该会。对啊，他太热了。叶，你要帮他们拿去，没事要出去再画。没有。我出去，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晚上太冷，特别想跟你们大大的。怎么样？进来先放。有 baby 吗？那个嘞，圆肚子真的很大。爸爸妈妈都无所谓，应该是妈妈。